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把字句的好朋友背字句。什么？你还不知道把字句？赶快看我们以前的视频复习吧。背字句的结构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时候用背字句呢？比如你在外面逛街，你的钱包突然没了，你会说什么呢？小偷偷了我的钱包。其实我们更喜欢说钱包被小偷偷了。再比如弟弟的游戏机坏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玩了三天三夜。那我们可以说弟弟的游戏机被他玩坏了。你们发现了吗？其实背字句都是说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，背的前面是说这个东西，背的后面是说它的结果或者变化。那你们学会了吗？再见。